我今天把这个秘密说出来。我们所有的病，其实你靠植物就可以治理好。别瘙痒症，老年人皮肤瘙痒，根本不用上医院，就熬点绿豆汤，3分钟到5分钟，拿出来洗就完了，更不用去抹激素。现在一到皮肤科，全是给你用激素。然后绿豆里面这个蛋白，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我们叫碱性蛋白质，它是一个解毒蛋白，所以把你绿豆熬完了，开花了，这个解毒蛋白就出来了，它就可以有非常好的解毒作用。孩子得了很严重的皮肤病，治了好长的时间都没治好，他问我有什么办法，我说去买一点绿豆，把这绿豆先熬5分钟，这个绿豆没开花，上面这绿豆汤绿的，你就把这汤拿出来给孩子擦洗，每天一次，然后再加水把这绿豆彻底熬开花，让孩子吃。结果3个月以后，他给我发 email， 他说我的孩子全好。你说这些洋人治了5、6年治不好的病，到咱们手里不都是雕虫小技吗？原因就是我们有5000年民族文化的积淀，我们的先人给我们的教育，所以咱们要相信祖宗。所以我建议大家，如果有条件的话，买一套医书。这本书它非常完整的总结了食疗这方面的理论。